哇塞，没那个状态了，没那个状态了，他真的真的，如何读懂狗狗的眼睛？这件从床底出土的钱包死于谁手？南方目光天真，排除卷卷两眼懵逼，排除悟空呆滞的目光下夹杂了一颗幽怨的眼屎，排除哈尼请睁大眼睛，哈尼请直视我，哈尼眼神慌张，左顾右盼，惊恐不安，不敢直视，这就是典型的拆家后遗症。真相只有一个，让我们一起喊出他的名字，一起呼叫，没有烦恼，除了呼吸其他不。哎，你好，问一下，都说东北女孩脾气特别不好，就是你说谁脾气不好？说谁呢你？那个，我澄清一下，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女孩，我们脾气这一块拿捏的是死死的，绝对不会有乱发脾气的事情发生，明白没？我问你明白没？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明白没？我跟你说话。But first, let me take a selfie.前女友了。春风吹，战鼓擂，大哥走路怕过谁？他是谁？他是谁？他阳了二正就是 K， 他眼瞅就要倒啊！他步伐很灵巧啊！他喝的不少就拉倒，那好像没吃饱啊！他等会儿再把上嘴唇遮一下，咋弄？不要笑我，你都不知道感觉好爽。哎呦！Won't you give me what I need? Tick a talk, make me creep. Never ending counting. 听说这样可以找到恋爱的感觉。知道的变近万里，明天很近，爱你的事。像你就像牛奶爱上了面包，甜心是心动啊，糟糕眼神躲不掉，难过这不是我要的那种结果。你别笑，静静的唱一个干啥呀？你俩因为一个脚丫子干起来了！哎呀，真是醉了！哎哎哎哎哎，脚趾头没了。社会上有这么一群人，他们的像一个傻逼。我拿两个蒜头，人呢？不是火冰，你吃的盖饭你都能逃单？
有你这样吗？把你弄成死大坏男，你说你至于吗？啊？没有什么。大哥，要不你去尝尝我的，要不你去尝尝我的。杀我，可以试一试。面对疾风吧！今天你四岁了，你陪我生活，陪你长大，你的单纯让我觉得这个世界存在美好。突然回首这四年，你一岁时咬烂沙发，两岁学会拆家，三岁刨烂地板，四岁带你卷卷叱咤咱家，累计拆家135次，打架67次，随地大小便无数次。四年里称王称霸，屡屡刷新记录。好了，别这样看我吧，别为你准备了一个生日礼物，下次再犯错时你就拿出它。Happy birthday。面对疾风吧！哎呦我的妈！可乐，我是不是你最好的爸爸？我是不是你最爱的人？所以，你的小鱼干能送给我吗？胖了，他怎么不像你吃胖了？哎嗨嗨哎！我是高手高手高高手，打遍天下无敌手，盛满美酒，今夜不醉不罢休。我会来，有人。哎，哎呀，你这是干啥呢嘛？你说这是干啥呢嘛？你赶紧给他分开！这他妈也，你看，防啥也防不住，防不住大欢。不是你这是，你咋？哎呀，我操！我这换我！你妈这一天，我他妈不给你做防狼衣是不行的。你给我滚！你滚了！嘚瑟嘚瑟的。哎呀，这防狼衣做了半天，该说不说还行啊。哎呀，还能转圈呢，搁那儿。快妞妞快走，快妞妞快走。我看你，哎呀，哎呀，不是我那衣服坏，你妈这防狼衣他妈不，这完了，这防狼衣也防不住啊，这是啥玩意儿呢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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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哈呢？这防狼衣呀，这防狼，完了，防狼衣都防不住，你咋整？你看。这可咋整？你赶紧给我出去！你快点的，
你别笑。妈，鱼给你煎好了。明明拿去煲汤了，怎么还会有？这不是我的鱼。你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了。慢慢慢。